政府都发表积极推动山顶之心工程计划，其中新营咸水双星公园计划伫今年八月份全部来完工，内容除了是延续咸水原定的风华，促进新营糖厂的转型之外，佮结合着水圳、铁道等等的建设，并且办理各项的活动，带动地方观光的发展。我们想透过不同的这个活动方式啊，来创造我们这个新营地景公园啊一些办活动啊不同的一些属性啊。那经过这个五礼拜下来啊，参加的这个市民啊非常的踊跃啊，大家也觉得说这个场地啊适合做这些活动。我想我们这个都发局我非常谢谢市民的支持啊。我们希望这个点以后也变成我们新营盐水地区啊一些活动一些亮点啊，大家多多来享受这个案的一些建设成果。除了是大型的工程之外，都发觉我们协助社区打造小型的公共的建设，参照是后壁顶层社区的长地树公园，充分结合了在地生活甲美学，打造一个适合居民休闲娱乐的所在。这款的建设的成果，也得到各案评比全国的第一。后壁的这个长短树哈，在一些公园建设结合社区的力量打造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社区公园啊。那这个点虽然经费不高不大但是结合社区的一些努力后续大概社区也会把这个能量渐渐发出来可能会记我们这个金寮老街部分因为他们两个大概就在附近结合之后实际上可以共同来打造后壁区一个新的这个景观地区，一个新的亮点。都发觉这次这个山顶之心的计划当中，包括着月顶港水花步道、新营地景公园、通铁自行车道等等，拢是考虑着市民平常时休闲所建置改善的空间。未来局处会继续拍拼，融合着在地特色，持续来创造景观建设新的典范。南台新闻王维迪新营采访报道。